我是一个上班族，每天努力的工作，维持好的体态，使我充满自信。哎，中午嘞，小刘，要不要去吃午餐？午餐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对对，我先忙。好，先忙，谢谢。我要去买饮料，要不要一起？哎，饮料，哇哦，哇哦，饮料 ，drink，yes drink， 饮，没关系，不用 ，yeah， 不用 ，OK， 哇，哇哦，下午客户有请一份鸡排，鸡排。没关系，不用，对，没关系，不用。我先忙，我超忙。好，拜。妈，那我，这个暴饮暴食是无法成为一瘦的，小心鞋子过高啦。对不起，残害大家的听觉。哎呦，绕世界 ，Outlander got flavor， 哈哈哈。的确生活好忙，累了好几 round， 熬夜加班，主管从不称赞棒，心很凉，暴饮暴食得释放，换脂肪，你阿妈都嫌你胖，不怕，奇葩女友始终还在。糟了，这一秒她决定离开，无奈受害，腹肌一整块。自助餐没框，肉没差，我自己带。我是双子座，体脂鞋子多，生两个儿子坐同位置，双子座。哎，我是双子座，体脂鞋子过，黑猪茶我双子双家也帮你改过。我是双子座，体脂鞋子多，生两个儿子坐同位置，双子座。我是双子座，体脂鞋子过，黑猪茶我双子专家把关健康不寂寞。那我平常爱吃的宵夜呢，基本上有盐酥鸡、烤肉。那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吃甜不辣的部分的话，因为甜甜的，香香的。